师弟，我们也该走了。静儿，一路多加小心，咱们后会有期。道长保重，告辞。翁也算是一位江湖上牌子称号的人，养蛇练血却弄得险些性命不保。难道要想长生不老，真是逆天行事？看来还是隐退江湖，回关外养猪过日子吧。覆蛇保血，就算是为你而养的吧。要不要我请大夫来啊？不用了，只要一天找不回小翠，我的病就好不了。我有什么能帮你吗？
听说小翠已经被人送去杭州，我这样子。你先别着急，这样吧，我去杭州帮你把小翠找回来。啊，那太感激你了。年轻人，你就骑着我的马，赶快把我的小翠找回来。好，告辞了。蓉儿，那不是那天你给他馒头的大叔吗？大叔，你好吗？是你啊，你是那个好心的姑娘。哎，你身边的朋友，大叔，你好。好，好，姑娘是好人，姑娘的朋友也一定是好人啊。对了，姑娘，我想帮你们看看命相，你以为如何？好啊好啊，靖哥哥来。姑娘，你跟这位小兄弟都很有福气，也都能活得长久啊。能够活多久我也不是太计较，还能看出什么吗？姑娘，我也不是很肯定，只是似乎最近这一阵子你们之间可能会有点事情，你们可千万要小心啊。大叔，会有什么事情啊？这大叔你快说啊。好像大叔，哎呀，我也说不上来呀，总是有点不好的预感，好像是会被人拆散的感觉。不会的，靖哥哥不会跟我分开的，他绝对不会丢下我的。靖哥哥，你说对不对？兄弟你，船主，你要多谢这位小兄弟，是他找到了药书，我才有法子给你治病的。是真的吗？哎呀，多谢你小兄弟，我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才好啊。哎，不过这几天呢，镇上不安全呢，小兄弟，你们人生地不熟的，可得小心点啊。这小镇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店怎么都关着门？京虽然不是什么大地方，但尚能自给自足，生活也算安定。就在几天前，镇上来了一个大盗，之后一切都变了。那大盗现在在哪儿啊？不知道啊，听说是为了要找什么书，他还会再来啊。鸡都被吓得飞走了，看来又是那个大盗来了。走，刘文，我们去看看。靖哥哥，你看那个人的武功不错，两个保镖都不是他对手。别出声，有人要出来，看他要做什么。面的人，我再说一遍，
你把武穆遗书交出来，我就还你个没事的儿子。如果你再拖拖拉拉的，可别怪我手下不留情啊！把这孩子放了，他不过是个孩子，你抓住他能干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他爹不给我那本武穆遗书，我但不放了他，还要杀了他。你，你放也得放，看招！别想逃！没守规矩，没本事就别出来献丑。加油！没本事就别出来献丑。银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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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我滚！别杀我，别杀我，我还有一个80岁的老母亲要养啊。你不是想要我饶你一命吧？我不但有一个老母亲，我还有8个孩子等着我回家呢。靖哥哥，别相信他的鬼话。你走吧，别再让我看到你干坏事，那时就没得求饶了。是是，一定找吧。靖哥哥，人好可是要有限度的。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不知道为什么江湖上居然传说什么武穆遗书在我府中，真他妈的大头鬼，小人从来没见过这本书。这武穆遗书是本什么书啊？其实我也不很清楚，据说是岳武穆在死前写的一本兵书。岳武穆把他生平和金兵作战的经验，跟其所学的行军布阵、练兵攻伐的秘要，详详细细的都写在书中。还听说有人出高价要找这本书，因此最近有很多人为了这本书找到我这里来。真他妈的！只不过小人从来没看过这本书，事情也都是听说来的。这样看来，刚才那人该是为了那笔赏金来的。若我能找到这本书，一定能杀光金兵，帮我爹报仇了。这些日子镇上是乱得不得了啊，听说就连大白天也有强盗抢东西，你们可要小心点。